针对这次的火灾事件，我本人真的是非常的遗憾。那这次是在凌晨的时间发生，所幸是没有人伤亡。那稍早早上的时候，我也利用时间然后去现场去了解、关心以及慰问。那未来之后的一些相关的问题，我们会跟从中央一直到地方共同来去面对、去了解、去处理。